2024年如果要买一台20-30万的新能源车，我会怎么买？今天突然有个小伙伴问我这个问题啊，其实这个问题放在2-3年前，连想都不用想，闭着眼睛买特斯拉就对了。但是从2023年开始，情况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很多国产新能源品牌的进步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，而相比之下呢，特斯拉几乎是在原地踏步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国内的新能源市场特别卷，很多国产品牌要销量没销量，要知名度没有知名度，要品牌效应没有品牌效应，所以它唯一的出路就是造一台更好的车出来，赢得口碑，赢得市场。如果不造出一台更好的车，很有可能面临的就是倒闭，所以他们就会疯狂的卷配置、卷用料，再就是卷技术。而相比之下呢，特斯拉可能是之前的成绩太过于优秀，在最近一年里技术上没有任何大的突破，大家伙梦寐以求的 Cybertruck 也没有引进，更便宜的10几万的特斯拉也没有上市。这不像是在推进马斯克想要造一台人人都能买得起的特斯拉的理念，就连以前最引以为傲的 OTA 升级现在都像挤牙膏一样。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订了一台换新款的 Model 3，最终却没有提车的原因。总之这一年以来对特斯拉是非常的失望。特斯拉是一家伟大的公司，但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不停的创新，不停的造出更好的产品，也可以不停的造出更便宜的产品，让人人都能买得起特斯拉，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。总之还是希望特斯拉不要停止创新的步伐。当然我以后也会对国产的新能源车做更多的评测，小伙伴们如果想了解哪一款新能源车，答在评论区，我去给你们测。